那讲到享运，这个享运呢，就是于境界取种种相，只要有境界，那你这个心的作用，就是对于已经接收到了，前面不是受吗？接收纳受，已经接收到了这个境界，重加分别想象，你就是第二次。刚刚纳受是第一念接触，那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分别领纳它嘛？那这个上面接受纳受之后，第二个动作就是在里面呢，会把它分开，会把它归类，然后重新再咀嚼一次，这叫想。这就是第六意识最厉害的工作，就是想。同学这样子有了解？最难的是行啊，这个想，想是可以练习的，法门都可以抑制这个想，任何法门都一样，而且基础上都是从这个想，都从这个想下手。还没想到行运，先讲想好了。我们不可遏制色法的存续，就是色法的变异，我们也不能够泯除你觉性的使用，就是受。所以如果你受跟想当中，你把受停留在第一个清净的接触点，就是清净受，没有是非，而不进入想，那么这个受单纯，你用清净来觉受所有的一切，而不产生意识的想，那么人就可以活得很好。就可以活得很简单而很好。这个想会留下很多很多的痕迹，尾巴在后面拉。因为想，所以叫念念，想入非非。那这些想会让你很忙。所有的法门都从想上面下手。因为想就是觉性的过度使用，就是过度活泼，它的作用过度活泼。想，如果你不是用意识层次的想，而是受，单纯的受，即正确的照破，就叫觉，就叫觉而已啊，对不对？那这个想呢，念佛是为了遏制那个乱想，禅修是不是要抓老鼠猫就猫守在那里，那一只跑出来的鼠，就是要把它串联到，不再让它四处在那环绕发展，是不是从想上面持咒，是不是这样？所以啊，就是要把它过滤那个杂质。如果过滤掉那个杂质，受绝对了，连观都不用，受直接觉，它是清净的，连观都不用，智慧就会现前。但受，你如果有想的东西在里面，而发现这个想的运作在里面绕，这个时候就要把与我所有关的这个数值抽掉，那就叫观。这观就是这样而已啊，对不对？那如果受，你清净的觉，这个受在觉的过程里面就是照
他明白，就是明白而已。这样知道想吗？所以一个人修行，你要破色蕴进入想蕴的时候，他一定会证空，一定会证空。空的体会就是破色蕴的时候。你若说我空不掉，我空不掉，按理的好色，就是这样。你就在这个色法里空不掉，你自己去醒察。同学这样知道，所以自他呢，不用管别人的色蕴。要想要探究别人的色蕴，那你真的忙坏了，也不会有答案。不要探究别人的想蕴，你只会揣测别人，那你就累坏了。这个行蕴包括的非常的广泛，凡是以有漏的情事在内心里有所运作，就是行蕴。那这个行蕴呢，就是除了受跟想，其他的所有心法以及心不相应行，都隶属到行蕴。那这个行蕴呢，也就是基础，从有漏的意识心开始，在内心有一些运作，运作之后可能达到的某一种稳定的情形，这个部分看似定静，还是叫行蕴，因为它是基础于有漏的意识。那这个行蕴呢，我们跟大家做一些比较完整的介绍，但并不是这个白法跟唯识的那么细论。因为如果我们要修行，都会历经生命的所有状态，这些状态呢，有的是以情绪来表现，有的是以运作的表现，可能发生在日常的这个情绪当中，也可以发生是在修行的过程。在基础于有漏的状态比对出来的这些修行，最后可能达到所谓理想的境界，但这个境界依然是在持续中，所以它还是有牵流的，它本身是造作出来的。所以行蕴是非常的细，如果我们了解之后，对于整理自己这个心啊，就是清净啊，觉性的这一块，应该有相当的帮助。否则我们可能在无法厘清的状态之下，错把一些内心的状态以为是究竟，那就会进入到一些境界里面。说到这个行蕴，这个行也是有运作，它是牵流造作，也就是它会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演。那这个都是因为过去还有现在跟未来本身基础于有漏的善恶心，所以这样连贯出来的无法遏止的作用。所以前灭后生，念念不停。前面你可能的第一，不能讲第一念，第一念其实是没有是非的。当第二念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的意识形态下去结构已经是我所了。所以当这个开始，它会不断的变异。这个变异呢，前面中间到后面，它不断的在转换，
念念当中没有停歇，这个叫做行。一般来讲都是在讲第七意识，也就是第六意识，它对于眼耳鼻舌身有了别认知取读的作用，而第七意识会跟自己的我做一个连结，而在里面发生了一些运作。所以这个行运呢，要细讲，那就等于所有的唯识很重要的那一块，跟白法的五十一心所。那我们还是应该跟大家做介绍，这个介绍是采取比较简易的，根据是大乘五蕴论世亲菩萨所造的，这样来跟大家解释。这个行运呢，刚刚讲到除了受运想运以外，其余的心法，也就是受运跟想运也是在五十一心所里面。所谓的心所，就是依这个人他产生的心王，也就是他的能力结构与自己有关系产生出来的所有东西，这叫心所。那其余的心所跟不相应行，这里面呢，简单的把它念一次，五十一心所就是触、作、意、受、想、思、欲、圣解、念三摩地，三摩地就是定、慧、信、禅、愧、无贪、善根、无嗔、善根、无痴、善根、精进、清安、不放逸、舍、不害、贪、嗔、慢、无明、见、疑、愤、恨、负、恼、急、牵、狂、谄、骄、害、无惭、无愧、昏沉、吊举、不信、懈怠、放逸、妄念、散乱、不正知、恶作、睡眠、寻、四，总共五十一。所以要了解色、受、想，还可以从外界集合的这个来做分析，以及个人的四大来做分析，解除这个色的关系法。但这里面呢，受本身接触的时候就形成了有，这个受之后也就是心所行，其实在里面已经动了。那这个想呢，想运的过程，当然分别五尘的缘影产生了一些了解，会思想，这第六意识针对于这个部分，也就是针对于缘跟境对起来的这里，会产生一些妄想。但行呢，就是把这个妄想拿到里面来变化，所以想在前，行是随即跟自己有关系，而在做里面的细部解读。那这个细部之后，就会同时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状态。那刚刚跟大家介绍五十一心所的第一处，这个处就是根、尘跟事三合把它连结起来了，以这样为基础叫做处。如果你光有根跟尘没有事，你可能认知那就散掉了。那你如果有事而无尘，那也没有发生对应关系。那你如果有根无事有尘，这个刚刚前面讲过，它并不会多加很多的解读，但是它可以产生作用。修行会碰到根尘跟事拆解的过程，这修行里面，如果你把自己放自心一处，进入某种定境的时候，它可以在三方里面
有某一区域不再做那种结合。那这个上面是可以提升某一些执着的粘附情形，让它不产生事在里面强烈运作。所以这个处呢，就是它有一些动作在里面，它有一些行动牵流，所以这处。那第二个叫作意，令心发物为性，也就是根成事，事认知之后，它就会开始在里面牵流作意。因为人的觉性啊，是非常非常之敏锐，所以一切你都可以了知，没有一刻让你愚痴过，其实都在愚痴啊，因为一直在运作，就没有一刻你不发生作用。这个作意就是让心把触的这个东西拿来认知它，了解它，它有这样的作用，这叫作意。那第三叫受，第四叫想，那前面讲过不再解释。第五叫思，这个思呢，当然你作意之后就会开始去作意，当然就是指它开始的解析之后呢，思你就根据它来有所谓价值观上面的价值观跟过去经验的一些比对，这个都是功德过失，就是过去的好或坏，这些呢会做内心自然哦，不需要有任何人教你，你就会拿取过去的这些东西来做一些比对，那这些就是思维，然后会让这个心呢、产生意，就是你在这样内心的思维就会造作，而这个造作的基础都是跟个别有关，因为前面讲行运基础于有漏的意识，所以呢这些会造作意念的这样子的功用，有没有发现人很厉害，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在里面发生无限推演。第六个叫欲，当你比对完成，然后跟过去的功德跟过失好与坏善跟恶与自己的关系法决定了，在内心有造作的这样的意念之后，它就会开始产生截取跟产生个别的欲望，这叫欲，就是对于与自己顺情的东西产生可爱，就是希望，这希望于是产生出来。那第六叫圣解，圣解呢就是我决定我要采取某一个行动，我才要这个东西或是这些，那决定的是即如实的了解应可它，也就是我确定把它确定下来，就是我想要这样做，应该这样做，把它确定下来，这件事这是不对的，然后你会确定下来，确认决定了前面的欲跟造作的意念之后，决定下来，这是不对，就是你会加诸这个上面的肯定，那自我在内心里面就有了这些答案。那像这个修行啊，如果你会懂得欲产生的时候去看到它的属性，圣解的时候不要以自我意识跟自己的标准自我保护的状态去应可它的话，这个地方就可以推回去，但一般我们会持续下去之后第八个叫念，念就是于串习事
令心不忘铭记为信，也就是这件事情你既然内心已经抉择决定之后，你就会把它记着，你就会把它记着，因为它已经产生了你的欲望，那你又决定这是对的方向，于是它会在你的内心不断的 自动重复重复在这个上面环绕，催促着你记着它。那除非你转移，除非你转移，你有正知正见，否则这个念，这个铭记它，它就会一直存在。那第九叫三摩地，这上面呢，当然我们刚刚在讲啊，涵盖于你一般的念以及修行中的念。修行中其实是以念喜念，在你开始修行的时候，你有一个恶念，你是以善念来喜恶念，交换恶念。然后呢，你如果懂得抽掉里面的人事物个别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以整体去观察它，于是乎你的我会慢慢的递减掉那个个别的强调性，之后你会以正念来洗邪念，这个大家很清楚吧？那这个正念如果没有放下，就叫法执。如果这个正念跟邪念俱泯，就叫能所两忘。所以这个念会修的时候，那后面也就不再发生，那前面的也一并消融。当然这是行运里面的啊。那这个念呢，不忘铭记为信，就是明确的把它记着。三摩地呢，于所观事令心一静，不散为信。这个定啊，你以修行人来讲，开始一定会进入，如果你是就事而修的人，你会进入对这件事情的深度观察或深度解析。如果深度观察跟深度解析不放情绪跟个别的自我保护的任何这些杂碎的东西进去，那么这个定是就静所缘境，也是就这个事来观察它。这里面呢，马上把毕竟空的理推出来，跟缘起性空，如果这个道理可以合并，那么就会进入清朗的镇定。如果不是，光就定而言，它就是对于这件事，让把自己的所有一切放在里面，安住，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于所观事令心一静，不散为性。这个定可长可短，但基础我们现在开始在介绍行运的时候，都是在讲基础有漏。那这个实就叫会，也就是讲于彼则法为性，或如理所引，或不如理所引，或俱非所引。所以这个慧，我们有世间的智慧俗谛，我们也有出世间的无漏清净的第一圣谛。那这上面的慧，就是对于你所择定要来观察所思维所辩计所执的所有一切里面，你都会去解释它。你解释它之后，会产生如理作意或非如理作意。如果如理，会慢慢的带引你在内部有一些所谓洗涤的情形。刚刚讲一念洗念呢，一念洗念之后是不住的，无住，那这个就是完全是对的。所以呢，或如理所引，或不如理所引。不如理的话，你就事而论。很多人讲话就说：“你卖给我讲哈贼，
就事而论，你错就是错，对不对？他会以事来解释所有，以偏概全。那不如理所引，他会产生出来，以我个人的经验跟智慧，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也是一种慧，只是它是世间呈现的东西。那慧还可以讲俱非所引，那就是空慧。那当然这里面是不是有过程，他内心有运作，所以他属在行运中。只是最后的答案呢，是不是消融的、无漏的这个般若智慧？这样啊。第十一叫信，所谓的信，就是对于业果、剃时，就是四谛啊、十二因缘法这些真理啊，即正抚顺心境为信，也就是你完全的。满分这上面对于业果替理实相的道理，这些你就是没有折扣的，正确的、全面的，符合这个道理，而心里是干干净净的接受它，这个叫做即正抚顺心境为信。它基础上就是这样子，叫做信。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你是不是真的清净心？而这个信就会带领着你所有生命读法看法的时候，以这个为它的依凭，这是信。十二讲禅，自尊上及法尊上，于所作罪羞耻为信，也就是对于个别的或是个别认识的道理所定论出来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上面其实是偏差的。在偏差里面呢，所谓跟惭跟愧一定跟过去有关，它不发生在现在正在进行中，而是发生在对于已做的部分，然后你比对之后有个回光返照，知道这是造作了，这是罪，所以感觉到羞耻。简单说就是自省所造之罪恶而感羞耻之心，这个就是惭。愧，第十三叫愧，这个愧讲的是世尊上于所作罪羞耻为信，也就是对大众除己以外的第二第三所有的其他，也就是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是罪过，是过患，面对他人的时候引起内心羞耻的感受，就是羞耻的感觉，这个叫愧。世尊讲啊，无惭无愧，就是不知羞耻，就不是人。这简单说了，事实如此。人一定会有一个回光返照的功用，然后会懂羞愧这件事。但是羞愧过度，就变吊举了。出不来，那修行也不能成功的。这第十三。第十四，无贪。无贪呢，令身厌患，无着为性。无贪它基础上啊，一定有前面一个贪的经验。在前面有一个贪的经验，最后的答案跟所谓宇宙人生的真理做了内心很明确的比对，比对之后呢，你会产生深度的厌患，也就是你想处理这不对，然后之后无着，就不再执着它，这个是无贪。立论在行运中表示
无贪是因贪而有。如果你果真在在处处都无贪，它基础于无漏心，就不再属行运，那就是属犯恨。这样了解行运啊。第十五叫无嗔，以慈为性。所谓嗔，是欲界才有的，欲界的产物就是会生气，会违逆嘛。为什么违逆？也是以贪为它的基础，而不能满足，不能满足之下，内心就开始有了一些动荡，所以有嗔。这个无嗔呢，以慈为性，也就是你必须心念里面它有个转折之处，那个转折就是异地而处，异地而处。一般在修这个都是以乳母啊，就是所有众生如自己的母亲一样，然后看到母亲对自己的恩惠，看到母亲对自己的慈悲，用这样转这个念，异地而处，交换这样的修行，所以会产生到无嗔。基本上它是一定有慈，它才会无嗔。这个嗔的修法那要历时好久，可能不嗔某一些事情，还会对于某一些特殊的敏感的坚持而起嗔，可能不嗔己，可能嗔他，有时候不嗔他人而嗔己，这是无嗔。无嗔是以慈为性。十六，无痴，以其如实正行为性。所谓他没有愚昧，所以如实相这样做正确的事情，这是无痴。无痴放在行运中，表示前面还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模糊之后你可能有一些正思维正念之后呢，才如实相，它可能是有个次第的，然后你做抉择，以慧来抉择正确啊，这样下去去行为它，这叫无痴。十七，精进，心于善品，永悍为性。也就是所有一切是善的部分，你都勇猛精进，这样去完成它，这个叫精进。那精进修行是好啊，叫正精进。精进于不正确的叫邪精进。所以精进跟懈怠两个是两个方向。第十八叫清安，身心调畅，堪能为性。身心上面达到稳定，所以它是调伏的，它是顺当的，然后可以在这上面自由，这个叫清安。十九，不放逸，意思是无贪乃至精进依止，就是没有贪跟精进，一直在这个上面，故舍不善法。所以不放逸是没有贪，而且是精进的，这样才叫不放逸。对于不善之法，也就是会有结构果报
恶果报的这些，你都不会再运作它，以及修彼对治善法，甚至于更增上、更提升一个阶段是不善之法，你是舍的、舍掉的；善法呢，你还会修持它，这个叫不放逸。所以不放逸是无贪跟精进，基础于无贪跟精进之后，不善法你都尽舍，甚至于对于善法你会去修持它，这叫不放逸。我们修行是不是常常自我勉励要精进不放逸？这精进跟不放逸啊，听起来就是自立自强是吧？啊，修行人每天都要自己呼喊个三五次，自己鼓励自己，其实这里还是有漏心在行运嘛。可是这个是必要的呢，要不然呢，你就马上跑去贪，跟跑去其他的方向去了。所以一法来对治另外一法，看你择用哪个法，最后呢，这个万法通通都不再需要了，就进入无漏法啊。二十叫舍，这个舍呢，指的是无贪乃至精进依止此故，他还是站在无贪跟精进里面。你 无贪跟精进是饱和的，然后这上面会获得两种情况。第一个，获得所有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无发物性。舍啊，当你无贪而且精进，这个时候你就会心平等性，因为你对所有看的所有一切，你就看它是平等的。我们修行常常是为了理想中可以达到心平等，对不对？因为原来是不平等，不平等你要不就取它的正，就是爱，要不取它的另外一个方向叫恨，嗔就是负面的，所以要不就是凸起的，要不就是凹陷的，不平等。所以你有正面的情绪跟负面的解读，这个都是未能达舍。舍的话就是无贪跟精进都在里面，那你会获得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因为你在有一些偏差差异上面你会有取舍，而这个舍呢，它就是不在这上面做取舍。心无发物性，同时他的心对于这些呢，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去想要了解它，因为平等性，所以一切就没有什么差异。那这个舍啊，我们在定义跟修行的时候不要错认它。有些时候修空观的人把所有一切都舍了，他也不会发挥。阿在康啊，不动念，最后如同老人痴呆，因为他完全让自己无忌，这个就是舍。他舍，他是达到无贪但不精进，也就是他全面上面他并不了知，他把它摆一边就舍了。所以他基础有讲无贪乃至精进要一直在，那这是第一种状态，达到心平等性，就是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无发物性。第二种状态，因为舍，你原来是有而现在舍，这是内心有动作的。于已除浅
染污法中无染安住，也就是我本来握有，现在放掉。所以我本来染污的时候，我现在把这个染污放掉，我安住在不染污的状态，这个叫舍。其实在舍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动作？这样子，这个也叫舍。修行，如果你有恶念，跟你有一些行为，跟你动念当中啊，起心动念啊，这动念当中，我们常讲你要舍念，是跟大家提起要舍念，就是舍什么？舍这个恶念。但随即呢，你要起清净的正念，中道实相观。那这个清净正念也不是要把握这个念，因为它是无相的，那种才是所谓舍。那如果说有再到无，就是属第二重清醒嘛，这个是舍。二十一叫不害，不害以悲为心，你要感同身受，你要救拔他，你一定要感同身受，你才会进入。那这个不害也是用交换法，你用交换来看到自己的感受会怎样。你就会懂得不要害，不要伤害众生。我们刚刚讲啊，用乳母友情来交换，当然你对于这些可能伤害众生的想法跟做法就会自动的消融它。那基本上啊，如果还是把握着恩怨情仇握着不肯放，怎么持怎么背都背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对象给完整的定义孤立在那里，你会打击他。而现代的人呢，他是鼓励你发泄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对某一个人不开心就可以投鸡蛋丢鞋子，网站上面射他个百千万枪，这大家说的啦。师父是不知道在哪里去射枪，我说他都会讲。所以修行呢，他这个害的心啊，是在内心运作的时候他就不发了。他内心是不是就直接他会内心的运作，然后消融他无形无相。但是我们现代人呢，他对于情绪这个东西，他是认为应该把它发完。你既然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就把它发泄完释放。我们学佛里面他讲的是一个体性上修，我们是从体性上修。那你如果以社会现象，它是就事项跟存在的有而来丢，它最后呢只是丢到满意了，可下一次可能还会产生呢。所以你从体性上是要空而无嘛。如果你以相上的话，是暂时摆一边，下次看到的时候又起来了，因为你的意没有转。这个就是修行跟所谓世间里面的发泄完，那你就不再气了。你讨厌一个人，你把他这个沙包当成是他，好好的打他、骂他、踹他，他最后满意了，睡一觉好开心，醒过来他又不是真的他，于是那个稍微的不满意还是会接续的发生，对不对？所以修行啊，真正的慈悲，真正的慈悲是要架构于众生平等上，
而且菩提心啊跟慈悲心的前端，就是前面基础于处理，要处理结构。如果你没有要处理结构，你生生世世还是有一种比较好的关系，那比较好的答案会等待着你，对不对？持续轮回。好，二十一是不害，二十二就是贪。刚刚讲欲啊，现在讲贪。这个贪呢，在行运里面的定义是讲与五取运染爱单着为性。这个贪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取运你都有染污，而且你会沉溺在里面，这叫贪。有的人对色是贪的，有的人对受是贪的，有的人对想是贪的，有人对行是贪的，有的人对事是贪的，就是五取运个别都会产生染着，里面搅动，不断的给予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解读强度，然后淡然在里面，彼此互勾结，不知道要出来，这叫贪。所以我们贪不一定只是贪色法，有的贪境界，有的贪有，有的贪无。有的这个受非常非常的敏锐，于是对受这一块强调于他的特强的这一支，这个也是叫贪呢。你可以贪眼耳鼻舌身意，各种都可以贪，这是广泛性的。二十三叫嗔，与友情乐作损害为性，这是对于友情，友情的众生呢，你有那个意乐要去造作一些伤害他的事情，基础上就是要伤害。这个嗔前面当然就是从贪而来，贪的前面又有欲，所以这个嗔呢，对于友情想要伤害他，自己得到一种报仇的那种满足感，那这是不正常的心态，这不健康的。那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些病态的心理，就是欺负弱者，欺负弱者，有的是落井下石，有的是喜欢看人家笑话，那这些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心里是不平衡的，对不对？是这样。他为什么不平衡？他一定有很深很深没有满足的那个事件在，所以他要把没有满足用另外处罚别人，让人家跟自己过去同样的遭遇来取得到一个平衡。事实上有人跟我一样那么可怜，那么怎么样，所以伤害他来看到自己反射出来的那种糟糕的相状。但基础上这个嗔呢，都以自我保护为基准啊。那我们刚刚是在讲说就于有的会伤害弱者啊等等那些，其实有些是跟自己无关，可是你就会去作弄。那嗔基础于自我保护吧。好，那接下来叫慢，这个慢其实好多种。那我们只对于慢的总说来解释啊，
所谓的慢呢，它有一些是跟自己的较量，不是有一些是全部都在跟自己较量。所谓慢的产生，就是全部跟自己较量，你才会有慢。那跟自己较量，比自己差的认为自己跟他差不多，或是跟自己一样的认为自己比他好，基础上就是不了解实相，不了解自己。那这个心高举为性，就是这个心呢，把自己高高的放在这上面。慢就是这样，当你不能下心谦卑的时候，你绝对有慢的。你不能够欣赏人的优点，